被吴镇宇支配的感觉又回来了，大哥就是大哥，一点面子都不留，有啥说啥。当听到金莎说自己的男友比她小19岁，我们差距19岁。我们看一个剧，你演她妈妈，你愿意吗？演两母子，里面但是外面就是两一情侣。看到何洛洛涂了口红，我涂口红跟。但我可以擦掉。你问一下啊，不知道为什么男生都会用这样的化妆啊。当其他导师都在鼓励好久没演戏的朱子骁时，我们今天不是要考验他的表演吗？为什么要鼓励他那么久啊？OK， 好好好，这鼓励够了吧？当金莎放自己在神话里的片段，不足简单，你自己挑的，自己挑的，你挑也不会挑，你就躺在那看不就没有正脸的。那你想我们看什么？哦，我只是看就是胡歌啊，叫你看。